那明明就是那个新加坡。现在要打开喽。哇，好可爱！我很可爱。有没有那么专业？美妆挂的那种姿势都来了。嗯，我摆在这里，因为这个是它本来就有位置。啊！卡住了。哇，泰国的大象好可爱哦！泰国的东西，这个长毛象，他们还是长毛象，就是一般的大象。我们一个介绍，一个一个喂一个，完就是为了先让它屁股卡住。我们不要吵到客人。好可爱的猫猫，好可爱，这是最可爱的啦。哦，澳洲，哎，这是中国的。中国的东西。大熊熊猫。嗯，好可爱哦。放天灯，台湾的天灯。Oh my god！ 我有一个，然后应该是要把这个卡住，卡住了，好美哦！对，我是眼镜灯泡，飞上去了，啊，它跌倒了，啊，你让我，这样走。这样子它才不会倒，要不然我们再开神力隐身好了，这个神力超神，这个我们就先放在这里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太可爱了吧，这个就是它的背景。对，很可爱吧。 America， 这是美国的自由女神。自由的女神就叫自由女神。来到手机店，手机要倒了。哎呀，我的手机倒了。哎呀，再来是哪里呢？香港吗？香港的哦。香港明明是雷猴啊，来我们香港吃美食啊，来香港吃美食。这一个包子做的还蛮精致的，好可爱哦。它的背景是这个，接下来我们要开的是台北的。
样，可是这个跟台北没有两样，好像。哦，火车，这是阿里山的小火车。哦，我们前一阵一直跑阿里山，对不对？嘟嘟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火车小姐。大家好，我是火车妹妹。这个就是火车妹妹，这个是火车姐姐，导览游。今天。好，那就说赶快来，赶快来，赶快来收集，收集收集，收到这个就会我们的爸爸 TV 的小礼物哦。哪来？真的啦。看，说，拜拜。